哎呀，我是刘宝西，我是蛋蛋。那个汽车对男人来说，汽车对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。都是女人，对，没错，都是你们女人。车上会翻到一些卫生纸、卫生纸，还有一些空罐子，有时候还会看到卸妆棉，就怕他很热，有时候过端午节那绣花长的叶子，就看得我很心痛。好，我们从今开始要抵制女人，抵制女人。过分，太过分了。还有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我前年买新车，我交了一个女朋友，虽然我还没有哭，那时候刚上车，她都背背拒绝的坐着。半年后，她脚已经放上去了。半年后的脚放上去，贴在玻璃那边。想什么？对啊，那脚怎么可以放在上面？放在上面干嘛？我看到你心动，但我不敢跟你分手。那怎么办？不然我就跟他分手。你找我在汽车的女人中间做一个抉择。好，现在换这个。OK， 你知道我已经载我女朋友，我带她去上班，我都早已到了。我讲他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问你小心车，他说好，然后就开门。干嘛了？我没有停到旁边的机车。然后呢？我凶他。结果呢？他说这又没怎样，但是你知道，这就像我们男生的皮被割下一块。你别哭，没关系，我们为全世界所有男生发声。在这个摄影机镜头，相信每个男生看到我们这里面，心都跟我们一样痛。对呀，要告诉你们女生，我告诉你们女生，这是对男生来说，你讲啊，我不敢讲。这是对女生来说，就很像小三一样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？我们并不会觉得说谁比较重要。但是我们真的很爱吃喝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你觉得要怎么解决？车不要买太薄。